然后嘞？然后嘞？大野狼怎样？就把他的茅草屋吹倒了。然后猪大哥，快点逃跑，去哪里啊？他去猪小弟的家。然后呢？大野狼又怎么了？嗯。大野狼嘞？然后嘞？吹得倒吗？吹不倒。然后嘞？然后大野狼就走掉了。嗯。然后三只小猪就很开心的过日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